在梦里，我好像看见他已经淹水很久很久。黄雨萱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。台版《想见你》在亚洲造成轰动，最近电影版刚上，票房逼近破亿，成绩相当好。韩版《想见你》也顺势公开首播剧照，安孝燮和全汝彬甜视对方，两人只露出侧脸就让剧迷超嗨。韩版李子维由安孝燮饰演，被夸跟许光汉颜值都在水准之上，但是安孝燮多了小奶狗气质，让粉丝期待值飙升。黄雨萱找来实力派女星全汝彬，莫俊杰则是由在小女子中被看到的江洵饰演，台韩两组演员一字排开，让想见你迷们相当兴奋，又多了一个版本可以看，直呼期待韩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愿意为了安孝燮入坑。但也有人看到首批剧照后认为女主角应该换人演，全汝彬颜值差了些，大家怎么看呢？